哎，小桃，这个是经理要我给你修改的文件，然后他说明天早上以前要修改完给他。明天早上哦？对。好。对，然后主管说今天早晚上要去吃烤肉啊，说要帮你办迎新，你快去吧。帮我迎新哦。我好啊，那就先让你答应了哈。好。先工作，先工作。好，晚上迎新。哎，小桃，电话响了啦。电话？哦，谢谢哦。喂。我今天会晚点回家，你先自己吃饭。可是你已经加班了好几天了，今天又要去聚餐，上周不是也才去吗？哦，我怎么知道这家主管这么爱聚餐啊？你没有生气吗？你这样很可怕哎。我很可怕吗？你才可怕吧你。哎，我说鬼故事，鬼故事很可怕。就是经理拿这份文件给我看，可是我有点看不懂，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哦，好，我帮你看。啊，还是小桃姐人最好，那没事的话我就先下班喽，拜拜。不要下班。好，没关系。工作，聚餐，工作，聚餐。小桃。小桃，你还好吗？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有事。你怎么了？怎么了？来，你怎么哭了？我女朋友最近对我很冷淡啊，中午要我一个人吃饭，然后晚上还要我一个人回家。哎，难怪你现在中午都跟我们一起吃饭，下班还自己骑 U bike。你都变瘦嘞。啊，那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冷淡？台下观众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啦。那你刚刚为什么也在哭？我就最近就是有点累啊，然后注意力有点不集中，反应又有点迟钝。这些工作我开始觉得自己怎么做都做不好，而且下班之后还要跟主管聚餐。我下班之后只想回家睡觉。小桃，哎呦，你工作压力太大了吧？不是啊，这些文件你今天都要做完吗？对，今天都要做完。还是我帮你跟主管说，你今天干脆不要去好了。不行，今天是帮我迎新，我一定要去。没关系啊，我都告诉我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哎呦，小桃，压力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耶。讲到这个，我前一阵子也觉得心情很不好，然后我就在网络上搜寻，结果就看到桃园市有个免费心理咨商服务，可以到合作机构去预约免费心理咨商哦。而且我跟你说，我上礼拜二已经去过了，然后他也给了我很多建议，觉得还不错哦。哦，那我也想去。好啊，那不然我就再把网址传给你。好，你传给我。好，我下礼拜董事会结束之后应该就可以去了。好，那就先这样子哦。但我可能要先走了。你要去哪？才4:50哎。是啊，这个时间 U bike 很长没有。U bike。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园市卫生局关于只想听你说真爱新生活的宣传天使小桃跟小琪，这次参与的是桃园市卫生局近年来积极推广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如果你在职场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啊跟困难的话，不用担心，桃园市目前已经成立4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提供的服务内容有心理咨商、职能评估、护理卫教以及心理卫生宣导。鼓励市民朋友们，如果有需求的话，欢迎多加利用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资源哦。也可以拨打卫生福利部1925安心专线，透过线上专人提供适当的心理支持。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戏吧。你好，请坐。你好，今天想要询问什么问题呢？我就是最近感觉工作压力有点大，然后工作一直都做不完，虽然有加班努力的去完成，但好像还是没办法。
然后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的时候，满脑子都还是工作上的事情，没有办法放松下来。听起来你的工作问题已经影响到你的休息时间了。你愿意跟我聊聊具体是哪些因素让你感觉到有压力吗？我觉得最严重的应该是我才刚到这家公司，然后那个主管好爱聚餐哦。我不是不爱聚餐，只是我工作真的做不完，而且我下班之后就很想回家休息睡觉。我想拒绝，但又怕被大家讨厌。当工作跟社交生活增加的时候，压力也会自然而然的增加。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目前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都会怎么处理呢？我会制定更完善的工作计划。等一下，我要退话。就是常常会有意外的工作跑出来，或是下班的时候，我也会去吃一些好吃的，可是好像都没有什么用哎。除了改善时间管理之外，其实放松练习跟规律运动都是很好的方法，你试过了吗？我没有试过。放松练习其实是很有效的压力管理工具，你可以先找到你喜欢的运动，或者是下班之后的生活步调，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调节情绪。好，那我回去会试试看。另外我觉得也可以想一想，什么工作对你来说是需要优先处理的，什么工作是因为人情压力而产生的。我刚刚听下来，我觉得也许拒绝频繁聚餐对你来说是个方法，不是说全部都拒绝，而是说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再答应会比较好。好，我想应该是因为我刚到这家公司还不太知道怎么拒绝，我之后会慢慢开始练习的。如果你在过程当中有遇到任何困难，其实都可以求助身边的朋友。你要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好，谢谢你，我感觉有被聆听，而且突破了我很多盲点。像我以前啊，都一直觉得一定要一个人很努力很努力才可以，但我现在发现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像可以寻求帮助。我很高兴可以听到你这么说。哦，还是要提醒你，一次的諮商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再约下一次，看看情况有没有改善。好，我也想跟你再约时间。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目前我们在桃园市有26个服务据点，那这边都可以预约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好，谢谢你。下次见。好的。现在呢，桃园市政府正在举办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目前主要会举办 FB 抽奖以及四场职场心理健康活动。如果报名参加活动，并且来到现场参加的民众，就可以获得宣导品一份哦。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办公室。喂，不能不行，没办法。阿轩，你还没说，我就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我自己都已经很忙了，好吗？那你自己要想办法完成啊。哦，好啦，不然我们交换工作，我帮你完成那份文件文案的话，你明天以前一定要给我。好啦，拜拜。哎呦。不错嘛，当然喽。要是我不懂得练习拒绝不属于我的工作的话，这样压力都是我自己造成的。这样是不是很棒？那主管说晚上要去吃烧烤，你要去吗？烧烤，我还没处理完呢。啊，我自己晚上再跟主管说就好了啦。哦，那你最近跟你的女朋友怎么样？还是一样啊。我们昨天好不容易又见面了，结果还是吵架。哎呦，我最近又不是故意冷落你的嘛，我只是希望可以多赚点钱，然后继续跟你走到下一步。哎呦，不要生气了嘛。嗯。爱心便当，
那我们一起吃吗？当然。好，好等一下，哎，不好意思，我先吃饭喽。拜拜。喂，我今天晚上会准时回家吃饭哦。拜拜。让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犀牛剧团所带来精彩的演出。